童龙镜的流水罢了，那八岁前必须把手术做好。不过，你双手我好了吗？好多了。再拖下去，两个蚂蚱抓奸从强吧。那都是美好。会好的。你这样的打工在我见多了，我劝你现实一点。 不要打工了吧？这个事情啊，风险太大了，你想清楚了哦，我必须做，我也必须做成。这几位是合伙人？都遵守规矩啊，受损还敢杀？ 只要咱们努力，就没什么是不可能的。